哎，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？本期是一期双人生存，刚开局，朋友阿坤就扔给了玩家一颗钻石。玩家很是感动，眼泪都快从嘴角流了出来。玩家问阿坤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好，阿坤没有说话，而是放了一首歌曲。给完了钻石，阿坤又接着出去继续寻找钻石去了。而玩家也是闲着无聊，制作了一把钻石铁锹，接着也出去冒险去了。渐渐的，游戏的天色也暗了下来，很快便到了黑夜。玩家并不打算回住所睡觉，他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挖到钻石送给阿坤，毕竟礼尚往来嘛。可玩家在矿洞转悠了半天，也就挖了一些煤炭和铁矿，这运气真背呀，快来钻石呀。可玩家越想要什么就越挖不到什么。就在这时，朋友阿坤在消息框发出了消息，他询问玩家是不是也在矿洞中。玩家说是的。阿坤说那就好，我还以为是其他什么东西呢。阿坤告诉玩家他就在玩家的前面。玩家看到这句话他愣住了，阿坤在自己前面，可自己前面明明是一条死路啊，哪有阿坤的影子。玩家赶快在消息框告诉了阿坤他并没有在附近看到他。游戏气氛渐渐变得紧张了起来，玩家向阿坤再三确认了他是否与自己在同一个矿洞。确定阿坤与自己在同一处矿洞后，玩家让阿坤待在原地不要动，自己去找他。很快玩家就找到了阿坤，阿坤告诉玩家刚才自己就站在这个地方，通过按 F5 切换视角后发现身后有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长得很诡异，但是回头去找的时候就消失不见了。玩家听阿坤说的这么玄乎，他自己有点胆怯了。于是玩家提议，天也黑了，我们先回住所去吧。可两人回来后，更加离谱的一幕出现了，他们的床没了。 What? 这大晚上的床没了怎么睡觉啊？玩家下意识的感觉会不会跟矿洞出现的那个奇怪物体有关，阿坤觉得也有可能。两人火速的返回矿洞，可来到矿口时发现矿口被地狱岩封住了。怎么回事？明明刚刚上来的时候并没有封住矿口，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在矿洞发现那个奇怪东西干的。两人瞬间都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看来矿洞内有东西，还是先回住所吧。前方高能即将来袭，请凭险胆大的赶快在弹幕打出一，胆小的在弹幕打出二，麻烦打一的保护一下打二的。再次回来后，玩家二人发现住所内他们存储在物品箱和熔炉内的物品也消失了。在 MZ 中会偷东西的也就只有小黑了，但是小黑也不会偷床和物品啊，所以那个奇怪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玩家站在屋内通过玻璃查看着外面的情况，这不看不要紧，一看又发现了异常。只见屋外好像有东西在飘，移动速度非常之快。由于天色太暗，玩家并看不清楚那是什么。阿坤提议不如出去看看，两人正打算打开屋门出去，刚开门屋外就闪过去了一个身影。What? 那是什么？是大黑耗子吗？两人都慌了，玩家与阿坤躲在屋内缓和了片刻后准备逃离。可跑出屋子没走几步，阿坤就告诉玩家那个奇怪的玩意儿已经跑到屋内了。玩家赶快跑了过来，这次他看清楚了那个奇怪东西的长相，是一个无尸体的 Team 头部。下一秒这个玩意儿就穿过了屋子，快速的消失在这茫茫的黑夜中。我的亲娘嘞，两人从来没有在 MC 中遇到过这种情况。后来玩家与阿坤在住所内又等了好长时间，都没有见过这玩意儿。故事到这儿也就结束了。好了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那啥都看到这儿了，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的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，麻烦这次一定好吗。